这边135-35在建南湾88.6，是啊，120多万就在那边。8335准备好。这两项动拐动给我本价。现在转120能切吗？通过6-1右转航向120，你盲向进近，好的，16向你报。航向120可以截获，盲向截获报，东方5-6。两波分水的时间来不及的话，让社长让家里去看看油的。不是，我觉得这个时间是差不多的，我想跟您问一下，最晚的推出时间大概是多少？最晚15该推出了。好的，我这边尽量赶上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提前跟您说，好吧？再打动35海南415再见。东海6226左转北航向250，下到900米。左转航向250，下900米，东海6226。东方5501下到700米停泊。下700米停泊，东方5501。21油电气升降，左转航向东拐动。看到现在359X阿尔法进场，下到12以及16盲架，尽快下高度。尽快下高度，满速836。36处理，大巴上来了。大巴转进雷达看到，上到18，18的吧，24拐半。36就是没有高度限制。哎，我看到有取消高度限制，看到没？836。右转 S1020。